年轻人想为理想闯一闯，长辈执意不放飞，恐成遗憾。我爸不准我跳，然后说什么这样子像 Q 嘎，受不了我就直接离家出走。你出走了几天？5年。哎呦！客的公司来找我，那其实我一直对这个行业很向往。我爸就非常的生气，大发雷霆，跑到就是断绝父女关系了。5年不跟家里联络，爸爸到现在都没有联络。啊？因为后来爸爸就过世了。你买鞋店、东森超市、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